Thank you.
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春江花月夜，花月夜，这里号称是成都的耍都。当然，这个区域呢是刚刚新兴的一片，综合了吃喝玩乐、各项娱乐的一个综合性的地区，包括 KTV、慢摇吧、歌城、三人游戏吧。吃饭地方等等，这个地方紧邻那个成都最有名的武侯祠，所以呢，天下耍都在这样。好吧，好亮好亮，这个车好吧，什么车？卡宴。什么车嘛？是开车开的快。要不解释一下？这个是苕皮、嫩牛肉、鸭血。猪脑花、脆皮肠、鲜成都，这个是鲜鹅肠，就是鹅的喉咙，鹅肠、金针菇、平菇、藕片、午餐肉，另外还有一个最好吃的鳝鱼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武侯祠旁边的锦里一条街。锦鲤，好，我们一行四人，请看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锦鲤一条街，络绎不绝的人群，这里呢，来游览的人以外地人居多，但在里面呢，就是有很多酒吧，酒吧的话呢，你成都 ，Let's go， 我们来。停止一下，来个长远景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，屏住呼吸往前走。锦里一条街新开了一家 Starbucks Coffee。以前是没有的。慢摇吧 ，Lotus Palace Restaurant and Bar。待会儿我们再过来看。好的，暂告一段落。也是锦里很有名的一个景点。据说张纪中新拍的《鹿鼎记》将在这里取景，《红楼一梦》。这里就是以丽江非常有名的一条街道，叫做四方街，也是丽江古城里面的一条主要街道，四方街命名的一个酒吧。那么呢，锦里的所有酒吧基本上是仿照那个沪江的酒吧、丽江的酒吧形式所修建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是一个超大棉花糖。超级大的棉花糖。OK，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背后的强弩，这就是诸葛连弓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解释：射自动神弓，玩三国兵器。那么这是诸葛亮的。木马牛车之后，另外一个重大发明强弩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操作过程。
连努力连打取代了努力上海原理，它是原本是要大力拉动金钱吸引作为凑上并且连续发展。今天听看的是它将剑桥改为剑桥，央视每次剑桥的直径不差小于1毫米。